东西呢，我特别给各位介绍几样。这个是什么？关公。关公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像这个关公，你知道，有些是什么？像那个穿的是黄色的衣服，黄袍。嗯。那这个为什么穿绿色的？明照刑天宫去拜关公，他的关公是拍是穿绿色的还是穿黄色的？绿色。为什么？你最有学问，这一段就让你讲。跟我讲哦。因为那关比较大，他叫关圣帝君。关圣帝君。嗯。皇帝最大了，还有人比帝君更大吗？皇帝的太太。皇帝是可以穿黄色的，是最大的。但是他这个衣服不是皇帝的，为什么？啊，你们都有上电脑，你就上电脑去看。那个单，那是吧？叫做是吧？单刀赴会。你打单刀赴会，啊，回去他就可以出现一整篇文章，你看完你就知道。啊，单刀赴会，最后关公是平安的回来。请问？要不要有勇气？要不要有谋略？有勇有谋，所以是我们所有成功企业家都应该具备的特色啊！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，所以你自己注意一下哈。嗯，我特别跟大家报告哈，刚才有人在问我们老板，我们老板算命、看风水都是第一流的啊。他我叫他学长，因为他是成功中学毕业的。在那个年代的成功中学毕业，脑筋要不要好？很好啊，功课好。这样说对了哈，嗯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慢慢的往外走。后面的人没有进来，你要不要绕一圈？绕一圈。新年快乐，祝福你。祝福你妮妮大汉子，来阮兜栽个水。对，这个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坐人坐福气啦。对啦，对对对，谢谢。喝一杯水吗？慢慢的走，手不要碰到它。真吗？这个是，对对对，是石头，这一组是。一尊哦。